妇孺奉亲，二十四孝之七，朝代周朝，孝子郯子。在周朝的时候，有个非常孝顺的人，姓郯，后人尊称他为郯子。他的父母都年老了，常常犯眼病，郯子痛在心里，关切地安慰道：父亲母亲，你们千万不要着急，孩儿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们的病。母亲说：郯儿，我跟你父亲年纪已大，时日不多，只是很想喝一点鹿乳。想取鹿乳谈何容易，一不小心只怕鹿乳没取到，还会丢掉性命。但是看着年迈的父母，郯子决定无论有多么困难，也要想办法得到鹿乳，以了却父母的心愿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有一天，他听人说北山森林茂密，常常有鹿出入，便决定去北山。他跑到集市上，买了一张鹿皮披在身上，假扮成鹿的模样进山去了。他在山里绕来转去，四处寻找，眼看天渐渐暗了下来，还没有发现鹿的踪影，心中甚急。忽然他听到一阵叫声，哎呦，不好，遇到野兽了。他连忙躲了起来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可是过了好久也没有见野兽出来，心中好奇，便伸出头来四处张望。嘿，原来是一群幼鹿，想必是饿了，那叫声是告诉母鹿尽快带食物回来。郯子灵机一动，就披着鹿皮悄悄地凑了过去，趴在幼鹿中间等待着母鹿回来。果不其然，刚趴一会儿，母鹿就回来了。郯子兴奋不已，学着幼鹿的样子开始吸母鹿的奶水，然后装在一个瓶子里带回家给父母喝。从此他每天都用此方法来取鹿乳。有一次郯子正在取鹿乳，忽然发现有一群猎人背着弓箭向这边悄悄走来。母鹿也发现了，一声吼叫，小鹿们四处逃窜，只有郯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愣在那里。眼看猎人已经拉开了弓，郯子急忙脱掉鹿皮叫道：慢，见下留人。猎人惊恐万分，不解为何这只鹿忽然间变成一个大活人，还会讲话。郯子见此，就向猎人讲述了事情的详细情形。猎人听完钦佩地竖起大拇指说：郯子，你真是个孝子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种人。我这里也有一些鹿乳，你带回家去吧。郯子感激地看着猎人，泪湿双眼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带着鹿乳回家了。不入其身，不修其妻。Thank you.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